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荃湾菜市场，街上人来人往的情况越来越好了。香港疫情越来越好了，社交距离呢放宽了，所以街上出街的人呢越来越多了。一眼望去，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的，这样对于疫情呢是有帮助的。香港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了，可以看出大家的心态都很好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大家买完菜呢，在这个小巴士站排队等车回家。排队的人挺多的呀，各家店铺生意都很好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因为大家每天都要买菜做饭啊，大家满载而归，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多多分享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